猜第一个单字，错，错。名词是工具，工具。做动词的时候是加工，加工。来，我们念一下例句 ：The man is tooling. The man is tooling. 等等，你是说托利吗？托里，托里，托里，让我们欢迎托里汤姆。欢迎各位观众来到一年一度的蜀国达人秀，我是主持人诸葛亮。首先呢，让我为你们欢迎第一位参赛者，他可是我们蜀国的主公啊。让我们欢迎刘备。报告主公，东西来了。我要打，我要打。哇，刘备充满着慈祥的父爱，看着他的孩子，真是令人温馨啊。我慈祥，我生来就在摔阿斗了。啊？阿斗，这智障。啊！这是非常令人精彩啊！我们来请评审为我们评分一下，评分一下。以处女座来说，彩蛋不错啦，给你7分。感情不够丰富，3分。反对暴力，我最喜欢十了，不用多说啦，10分。哦，让我们感谢来自评审的评分啊。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第二位参赛选手。终于轮到我了哦。让我来为大家献唱一曲啊！我字典里面，我的字典里没有放弃。哇，让我谢谢来自蜀国的刘志谦先生，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。最后呢，最后的压轴是蜀国活生生的传奇啊！让我们欢迎大魔术师刘谦。那边的，我喊你们不要太激动哦，不要太激动哦。好，各位观众，我是要变一个魔术给你们看的哈。首先，请看这副牌，看清楚了，有没有问题？有问题记得告诉我。好，没有问题就是好，非常好。首先亮出第一张牌给你们看，看好，记住它什么牌，不要告诉我，记住喽。菱形 A， 记住它，不要告诉我，非常好。接着我会抽出第二张牌，见证奇迹的时刻。每当我说这句话，就会有奇迹的事发生哦。你看，是不是不一样的牌啊？不一样的牌，又是一个成功的魔术啊。好像一样哎。刘谦先生好像都一样哎。都一样吗？也是菱形 A， 不可能吧？再看一张，哦，也是菱形 A， 我全部都是菱形 A， 这不可能。观众，刚刚不是说有问题就告诉我吗？明明就有那么大的问题，还不告诉我？你看，害我魔术失败了啦！啊，没关系，我还要准备第二个，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奇迹！报告主公，曹操打过来了，打完了，Magic！这是你的牌啊！是你的牌啊！哦，好啦。刘谦啊，是。曹操都打来了，我们还在这边打牌，不太好吧？没差啦，打一下消遣一下嘛。哦，对了，说到这个啊，你觉得我的儿子在这个乱世的生存率有没有可能活下来啊 ？HP， 你的儿子？不太可能吧，乱世很恐怖的。HP。啊，不可能哦！那主公的儿子呢？主公儿子又活不活下来 ？HP， 拉喽！啊，拉了，快赢了！主公的儿子可是龙子啊，一定会有人保护他的，你不用担心。HP， 拉！啊，有人保护主公的儿子，就没人保护我的，那到底该怎么办啊？你要不要帮我啊 ？H， 没有 K 了吧？
哦，你确定吗？嗯。现在奇迹的时刻。嗯。H 杯啦，赢了，哈哈。你坑我不是吧？啊，对了，你要不要帮我啦？我才不要嘞，没有理由帮你啊。没有理由？你忘记之前借东风那一次吗？什么借东风？就是在赤壁那一次啊。哦，赤壁那次。对，想当年。哎，刘谦，刘谦啊，你帮我在这个赤壁麻将赛中打赢好不好？好 ，OK 的，帮你一下。哦，我看一下，哦，你这副牌，先打一万。哦，好，一万，两万。我堂堂曹操打麻将从没输过，三万。H 杯。哦 ，H 杯，他输 H 杯。我要出什么？输的。好，根据我看他脸判断，他等一下一定会出西风。那我们就出古道，就会变古道西风瘦马。好，没问题。古道，梅子，绿茶。H 杯。还打完了。哎，那边那个，我吗？教授。啊，就是你，就是你。哦，是我。啊，我看你很有天分啊。我很有天分。这副牌就送你了。送我？哦，谢谢前辈。啊，期待你成为下一代大魔术师啊。是是。哦，我一直想要用不完的 H 杯啊，太赞了。你拿了牌要帮我啊，我要怎么打下去啊？帮帮。哦，现在这副牌这样子已经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交给我，交给我，随便打一张，剩下交给我。哎，我看看，白板，黑板。哎，你看一下，人家一个打白板，一个打黑板啊，你要打什么嘞？我想打鱼板，可是怕被吃。我这么觉得啊，打东风啦，东风啊，嘿，东风，东风，哦，东风，胡啦，胡啦，岂有此理！你们两个联合赢我，这时候我一定会爆的。来日的蜀国达人秀，我一定会带兵来攻打你们。你们放弃抵抗吧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啊？你说放弃？我的字典里没有放弃。好像有这么一回事哦，这样总算有理由帮我了吧？好，我就帮你，不过要怎么帮啊？哦，我是想哦，把我的儿子跟主公的儿子对调一下。对调？这需要缜密的计划，长时间的准备，还要天时地利人和啊。嗯，最困难的就是不太可能同时拿到两个儿子啊。哦，对哦，这倒也是，我怎么没想到？那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啊？曹操都打来了，你们还在这里干嘛？打牌喽！诸葛亮，诸葛亮，我的孩子帮我保管一下。哦，好，是的，主公。刘谦，你自己的孩子都拿好，快点！收拾好行李，快点走啊！哦，是的，主公。慢些，慢些。哦，这个看来我们的计划蛮缜密的。交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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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交换。刘谦啊，这台阶太明显了吧？这台阶对啊，太大了，太明显。这上面写一个刘备的备，啊，这上面写一个刘谦的谦呢，怎么办？我们想个办法，把这台阶变得隐秘一点。好，这样主公就认不出来了，是吧？对，你真聪明，我真聪明。哈哈，我把谦改成了 PB。我把背改成了 BA， 我真聪明，我也好聪明啊！曹操打来了，打来了，打来了！主公，你的孩子啊！哦，等一下，既然儿子都换了，我看这个祸害也就不用留了吧。爹爹，哈哈，搞定，我逃命哦！
汪洋。刘轩，你的孩子呢？我的孩子，哦，主公，我们这次逃亡的路程真是太过艰辛了，不得已，我只能在我的扑克牌跟我的孩子中选择，最后我把孩子丢了。啊！这太感人了吧，刘轩。主公，我为了你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啊。主公，你的孩子呢？啊，孩子？什么孩子？就是这个的孩子啊。哦，孩子，这长坂坡弄丢了。长坂坡弄丢？哦，这太可怕了吧！难道主公都会有在长坂坡把孩子弄丢的习惯吗？这太扯了！亏我刚刚还把那孩子弄丢了，结果现在我的儿子也不见了，是怎样？不行，我就要找回来。啊！主公，不行。我们不能让刘家的血脉断绝啊！为了你，我把你的儿子找回来。其实不错啦，我最近有点手痒，刚好看物理那什么斜抛、平抛、垂直下抛，刚刚好啊！刘子谦，我们快点走，快点走。物理好好。刚刚那个坡度真的是有够陡的啊！而且太阳好大！我看，我的儿子在那边，爸爸来找你。有悬崖哎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啊哈！老师有说过，人要为自己的人生铺路，那我就来铺个路好了。S，S，再一张 S， 哦，啊，我踩歪了，我要掉出去了，怎么办？没关系，见证奇迹的时刻。Save， 儿子，爸爸来救你了，走，我们快回去。S，SP。主公，我终于把你的儿子救回来了。主公，不是吧？不用这样的啦，不会是要……都是你，害刘谦差点受伤。我喜欢这个垂直下抛，力道时机都抓不错，9分。没血没泪，居然连自己的儿子也丢，3分。反对暴力，反对暴力。奇迹5+1根只要10块钱哦，10块钱哦，